喂，听众各位观众、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就我连续两日讲咗有关呢个 Reform UK 啊，佢嗰个即系选举叫做相当成功啦，有400万票啊，不过咧就只系攞到5个议席，咁好多人咧就讨论英国嘅选举制度点解会系咁唔公平嘅咧，咁样。咁不过咧就呢个情况系好值得留意嘅，因为啱啱有个新闻出嚟。就話 Reform UK 啊，即係佢嘅呢個候選人咧，有多達605個，喺650個選區裏邊咧，幾乎咧就每一個都有嘅，咁攞到400萬票。咁究竟呢啲候選人係有啲連樣都冇得睇嘅，係真定係假嘅咧？開始引起好大嘅爭議啊！點樣真假法咧？咁樣可能大家對於英國嘅選舉制度咧唔係咁了解，依家我詳細同大家解釋一下。电影同埋剧集咧，你都可以睇到嘅。嗱，又例如咧，就系限定某一啲地方先至可以玩到嘅网上游戏，用咗 NordVPN， 无论你喺咩地方都好啦，你都可以玩到嘅。喺网上边订酒店、机票或者买嘢，用咗 NordVPN 咧，你身处何地咧，都可以攞到唔同地方嘅折扣优惠。嗱 ，NordVPN 咧系一个户口可以有6个设备咧系一齐使用嘅。一家大小都用到，用底下呢个网址，关键词系 SAMNGX 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折扣噶啦。订购2年咧，最平系港币32蚊一个月，仲有一个月免费添。30日内如果唔满意嘅话咧，可以全数退款噶，几好用噶，不妨试下。嗱，呢單新聞咧就嚟自英國《衛報》嘅，咁我相信都係其他報紙冇乜點報嘅，獨家嘅。咁啊，《衛報》咧就講清楚啦，佢個政治立場咧係比較親工黨同埋自由民主黨嘅嚇。咁啊，睇嘅時候咧就即係當然有佢嘅政治立場可以考慮啦，不過佢嗰啲事實咧其實不容否認嘅，好清楚嘅。又點咧咁樣？喺呢個 Reform UK 英國改革黨咧就605個候選人就遍佈即係英國各區，佢攞到嘅選票咧係有400萬票，甚至比呢個自由民主黨還要多嘅，多咗几十万票嘅。咁不過佢得到嘅議席咧就係得5席嘅啫。咁好多人就話呢個選舉制度點解咁扭曲咧？咁呢個就另話啦，可以討論啦。咁但係咧就英國《衛報》就發現咧。Reform UK 喺各區嘅候選人咧，出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。呢個第一，佢哋連樣都冇睇，冇得睇嘅，喺網上面睇唔到佢嘅照片嘅。OK， 睇唔到佢嘅照片。第二，睇唔到佢出嚟拉票嘅，即係冇一個真人出嚟拉票嘅。OK， 佢嘅即係詳細嘅資料啊、履歷啊等等咧，全部都係冇嘅。甚至佢個聯絡方法咧，只係得一個電郵嘅啫，其他係全部冇嘅咁樣。咁所以咧就即係無論係衛報自己咧，或者其他嘅黨派咧，都懷疑究竟呢605個候選人裏面有部分人係完全係資料係欠奉嘅，呢啲人係咪真真正正 real person 嚟嘅？係咪真正有人嚟嘅咧？真係人嚟嘅咧？咁樣還是係假嘅咧？咁樣咁啊，於是咧就問呢個即係Liberal Democrat 啦，就話好奇怪喎，好似有啲唔妥喎，係咪啊？呢個 Reform UK 係咪應該出嚟澄清一下，究竟嗰啲人係咪真㗎咁樣嚇？咁啊 ，Reform UK 咧就話咧就咁樣去回應㗎嚇。佢哋係點咧？佢哋個實際嘅情況就係淨係得佢哋個名，有佢哋個選區嚇。咁亦都咧就係冇其他任何嘅資料噶啦嚇，咁除咗個電郵之外咧，係冇其他嘅聯絡方法嘅嚇，亦都係冇喺網上邊登出佢嘅相，佢哋冇拉票，冇參加成個選戰，更甚嘅咧就係連咩咧，連點票嘅時候咧，佢哋都係冇出現嘅，個個候選人都喺現場，就唯獨是 Reform UK 係冇出現嘅。好啦。点解咁嘅咧？点解咁儿戏嘅咧？点解会被怀疑系假嘅咧？咁啊，你而家睇到一样嘢就系、是英国嘅选举嘅制度咧，我觉得都几儿戏嘅吓。嗱，如果我哋喺香港嚟嘅都知道啦，系嘛？即系我哋下下都要出示身份证啊嘛。譬如你做一个候选人吓，那个系咪你嚟噶？咁你用你个身份证明文件去选举事务处登记，我要报名参加，攞咗我提名嘅人，
去嗰度報名，咁然後確確實實咧就個選舉事務處嘅職員咧望到你個樣，對你個身份證知道嗰個係你啦，咁確實有呢個人存在，咁於是咧就登記你成為正式嘅候選人啦。你合資格嘅話嚇，唔會被 DQ 嘅話，咁然後就嚇你去即係印製你嘅宣傳品啊，喺網上啊等等嗰啲，咁啊又出示你個樣啦，你喺選區嗰度拉票啦，咁係嘛？到投票嗰日咧，你除咗你拉票之外咧，跟住到點票咧，你就會真人出現啦咁樣嚇。咁啊，即使你話喂我輸硬嘅，我唔想去現場啊，咁都得嚇。咁但係咁你總有一個拉票嘅過程啊嘛。香港從來都冇話喂呢個係假㗎咁，但係英國咧原來係咁嘅喎，即係相當兒戲。佢話根據呢個選舉嘅法例咧嚇，你嗰個候選人要提供幾個資料嘅啫。第一，你嘅全名；第二，你住喺邊一得嚇，你個選區嘅邊一得。同埋你要有一個選舉代理人，嚇喺地方咧，你係攞到十個啊地區嘅選民嘅提名，就係咁多啦，冇其他嘢噶嚇。我相信咧都喺網上登記就得噶啦嚇，即係佢呢個根據呢個資料就係冇話要核實你嘅身份啊，冇攞呢個身份證明文件啊等等咁樣嚇。咁咧咩咧咁啊？佢話有啲即係候選人咧係好奇怪嘅嚇。就是住在那個他的選區之外幾百里的地方，他報稱的住址，而呢就在那幾百里之外的選區呢，有人呢是跟這個選舉這個 Reform UK 候選人的同名同姓的，就問、那個是不是你啊，因為未看過個樣子嘛、不知道是誰，他說不是我來的、這樣 OK、暫時來說呢，暫時來說、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們是造假、不過如果真的造假的話呢，是受到会是违反这个选举法例的，是犯法的这样。好啦。咁 Reform UK 对这个 Guardian, 这个卫报的讲法是什么呢，他说确实。第一，我们所有候选人都是真的。没有假的。他说但是为什么有些候选人不现身，不去参加选战，不拉票呢，他们称为这个叫做paper candidates， 咩叫 paper candidates 咧？即系纸上候选人。佢话系啊，我哋系有部分系纸上候选人。目的系咩？目的系要即系将候选人嘅数目喺个选区嘅数目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吓。爱嚟咩咧？吓，爱嚟即系令到我哋个投俾我哋嘅人嘅选票咧，系即系个量咧系越大越好。咁越大越好，其實大家都明嗰、那個目的咧就係戒票啦，係嘛？我打住 Reform UK 嘅旗號喺各個選區嗰度啊，咁然後咧就係啲人係對於保守黨，本來保守黨嘅支持者嚟嘅，對於保守黨憤怒、嬲佢、憎佢、恨佢嚇，就是、因為佢嗰幾年搞到英國一撇屎咁樣嚇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由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Covid 開始啊，肥波咁，然後到呢個卓維斯啊，搞到英國經濟立立亂，咁然後就不停咁換財相、換首相咁樣，咁嗰啲保守黨嘅支持者不嬲都係比較保守啦，即係比較右啦，唔通佢支持工黨咩？咁於是咧就目的就去戒保守黨嘅票，就審曬啲候選人喺各個選區嗰度，咁果然係戒得贏噶，係嘛？好多時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戒咗保守黨嘅票，咁咪工黨咪贏咯，咁啊變咗咧 Reform UK 咧排第三都好啦，保守黨都係一樣係輸嘅。嚇、啊，即係會出現呢個情況，咁目的係戒票嘅，咁所以嗰啲 paper candidate 咧個目的咧嚇、就係咁啦，咁咁啊點知有啲 paper candidate 咧係冇喺現場拉票啊，連樣都冇咧贏咗嘅嚇 ，OK 呢個都幾好笑，咁啊亦都咧就有呢、這個 Guardian 發現咧有啲候選人有樣嘅嚇、啊，不過樣咧就好膠嘅嚇，佢懷疑係 AI generate 嘅，係假嘅嚇、啊，不過睇完嗰幅相咧都覺得係好假嘅。但是呢就找到那個真人，找到那個真人呢，他說我是真的，我是真人來的，那幅相是有改過，即是有做過這個改圖的，那原因是什麼呢？因為你知道有多急的，我們找完候選人來，即是那600多個候選人就已經是群拉褲甩了，是吧？即是要審在不同的選區裡面，那我要找到好好看看的相，找到了，那於是呢就喂啲顏色又唔啱，我條胎唔啱，咁於是咧我就經過改圖，咁啊將我胎又換咗，個樣啊收靚啲，咁樣擺咗上去。我係真噶，咁樣我自己覺得都幾好笑，係嘛？即係呢個黨咁有趣。呢、這個嗱，呢、這個第一就反映到一個問題，就係、
英國的選舉制度，核實的候選人身份原來個程序咧係咁簡單嘅。根據《衛報》報導係咁簡單。第二，哇 ，Reform UK 原來咁有趣噶，呢個黨係湊合埋一齊，真係要愛嚟街票噶，即係要擺呢個即係所謂 paper candidate 喺即係喺個選區裏邊，目的去街票。咁你個 paper candidate 有冇真有其人咧？喺邊度嚟嘅咧？点解你个报告住址喺几百里之外嘅咧？吓系咪求求其其揾个人？嗰个人又自己知唔知情嘅咧？系咪真系同意 Reform UK 嘅政纲嘅咧？吓佢又唔出嚟拉票，吓又唔出嚟呢个即系睇呢个点票，系完全好似一阵烟咁样，一个神秘人咁样吓，佢可以攞到几千票啊？咁英国嘅选民有冇咁儿戏啊？系嘛？咁我唔知香港嘅选民系点咯？香港選民佢承認啦，即係喺我做咗兩條片之後，佢話有啲人咪話係啊，我係投俾 Reform UK 啊，我係中意佢嗰個阻截呢個即係難民嘅政策啊，佢唔係阻截難民政策，唔止阻截難民政策噶，佢係阻截埋合法移民嘅政策噶，包括你啊，包括 BNO 嗰啲持有人啊，我係中意啊，你哋得我啫，我自由意志投票嘛，關你咩事咧？咁樣你做咩喺度説三道四咧？咁。咁我唔知道你有冇投票俾呢啲紙上嘅候選人，可能你覺得我做咗啲嘢就啱噶啦，你話知你啊，嗰個係假都好啦，我係投票俾佢啊，我承認我同意佢哋嗰個即係政綱啊，你吹我帳咩咁樣？有啲人係咁樣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唔會同你慢慢講道理噶嘛，你得我啊，咁呢啲係好即係某程度嘅某一啲嘅香港人嘅習慣嚟嘅，喺網上面嘅生態，特別係咁樣添咁。不過我講呢個新聞出嚟，咁就 Reform UK 會唔會喺呢個輿論壓力底下，將605個候選人咧齊輯輯咁出嚟亮相，影翻幅相話俾人知，還是佢哋連光都唔敢見光嘅，即係唔係好敢亮相話俾大家知咧？我係 Reform UK 嘅候選人咧，還是呢啲人咧根本就唔存在嘅，真係假嘅咧咁樣？咁呢個咧？即係除咗講即係我攞到400多萬票，得五個議席，呢個係英國有史以來最扭曲嘅選舉之外咧，其實英國嘅選舉制度係咪都需要嚴謹啲嚇？即係嗱，點解係咁樣咧？點解係咁兒戲咧？咁其實英國咧係崇尚一種咧，我哋叫做誠信制度嘅 honour system， 即係佢唔 assume 個個都係賊嚟嘅。喂，選舉啫，我點會估得？估計得到你會造假先得噶，係嘛？又或者有造假可能性啊？你如果理性嘅人，精明啲嘅人睇到咧，係漏洞百出嘅嚇，即係呢個即係核實呢個候選人嘅身份呢個做法係冇噶，係漏洞百出嘅。咁但係佢唔會覺得佢有乜好呃啫，係嘛？又唔可以又冇錢嘅嚇，有乜好呃啫？但係你唔知人哋會出蠱惑嘅喎，因為你有漏洞，我咪出蠱惑咯。不过咁，我未有结论，系咪真系蛊惑？佢哋未唔承认呢个系蛊惑，但系成个制度，你系确确实实有好多好多嘅甩甩流流嘅嘢，令到人哋有机会出蛊惑。即使 Reform UK 今次冇出蛊惑，或者唔系 Reform UK 出蛊惑，其他嘅政党可能有机会出蛊惑，但系佢唔会觉得，因为佢信任啊，呢个系一个信任嘅制度嚟嘅，佢唔会觉得有人会出蛊惑。不过经此一役，系咪都要谂一谂即系呢个漏洞系咪要填补咧？咁样咁各位，如果你投票俾 Reform UK 嘅，我就想问你有冇见过个候选人咧？有冇上个网睇过呢个候选人嘅样咧？有冇确确实实知道佢嘅背景资料咧？通常你做候选人都有讲噶嘛，系嘛？我啊做过咩 counselor 我系做老师我系边个区住为呢个英国嘅选区嘅人服务咗几耐啊？咁。有冇睇过呢啲资料还是？唔系，我信阿法拉奇啊，法拉奇啊，我觉得佢好正，佢反移民对我嚟讲啱晒我胃口，我就投票俾佢咧。有呢个经验嘅朋友，话声俾我知，好嘛？留个言俾我啦，就即系除咗咁之外，就 subscribe 啦、like 啦、share 啦，睇埋啲广告啦。咁仲有就系、即系揿个钟仔，有新片上咧就会话俾大家知。倾到呢度，继续支持我 Patreon 同埋心跳好快出，多谢收睇，再见。
嗯。